另外，伫咧江宜市林松西路有正规牌沿线型的这青啊树，是江宜市的一段特殊景观。但是伫咧今日透早落的一场大雨，将土压甲淡糊糊，其中有一丛30栋的老青啊树，是随着风台所带来的风雨，连根挽起来倒伫咧路边。好佳哉，无撞到人车，而环保局的人员随后嘛马上来清理，解除掉交通路障，嘛好上班的人会当顺利来通去。嘉义市林松西路这一排青啊树，每一丛拢是真用心的剪裁。线形宽阔、艺术造型是这个路段的特殊景象。透早7点无到，落着阵雨，这其中一丛30年的老青啊树，竟然唔知影啥物原因倒落，连根挽起。现场环境则被通知到场警戒，好等阮的机车会当顺利驶路，游览车都必须要坐一段路才会当通过。当时人车也阁无多。环保局警官真紧接到通知，到达现场，在检视了后，认为是根部有病害，再加上土质松软，无法度支撑这么大型的圆伞枝叶，这么水的青啊树，就安尼废啊，真正是真可惜。随着风台边的风雨，连根挽起倒落路边，好佳哉无撞到人车，雨也持续的落。一班纪律清洁人员接到通知，立即到达现场。两支电机配合清运车，有效率地将倒伫路边的大青啊树分解。无到10分钟，将倒伫路中央的青啊树清运离开现场，予透早上班的交通无受到影响。最新新闻，蔡美彤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